韩国天团贝克邦成员太阳个性亲切，对粉丝的要求几乎照单全做。近期忙着个人巡演的他，日前抵达澳门站，就被网友释出许多体贴亲民的影片，仿佛在现场开启小型的粉丝见面会。其中一段影片，有位粉丝喉咙痛无法说话，于是在手机打上英文，希望太阳可以完成他的愿望。其中一个愿望是他的朋友即将生小孩，希望太阳可以录制打气影片为孕妇加油。太阳不仅耐心看完网友的讯息，接着亲切用英文表示：“嗨，恭喜你要生小孩啦，要健康，还有一直保持快乐，我爱你。”录完影片的太阳亲切地送上拥抱，让粉丝暖哭，开心到直呼：“太阳太宠我啦！”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난 떠나버렸는데